好，欢迎第二位参赛者，叫做李贤环。贤环是要用疯狂，okay？ 就是夸大的演技去演，跟我一起对戏。OK， 夸大的演技，一起去跟我对戏。夸大，这是夸大。OK， 哇、wow, ，so big， 哇哇。表姐，我要钱买书。五千。一块钱，新加坡。钱。没有哎。为什么没有？表姐要买书。表姐，我买书，你没有买给我钱买书，我怎么上学？你们叫我上学，有没有给我钱买书？怎么上学？我怎么上学？我好了。表姐，我真的想，我没有跟你开玩笑，我真的需要一块钱买书，我没有书，我怎么上学？你每次叫我上学，都没有钱买书。你安静点。我不要你上学，是不要你上学，可以吗？你昨天不要叫我上学了。我今天不要上学。我明天叫你上学，我今天叫你上学，我叫你上学你就上学，我不叫你不上学你就不要上学。可是我给你一块钱你就拿，我给你一百块你就拿。你昨天叫我今天上学，可是你今天不给我钱，我怎么上学？是你昨天叫我上学，你骗我。武汉，你现在怎么？你装可怜了？我没有，我要唱阿妹，我想哭但是哭。好难听，怎么？你叫我唱的，你那也讲好听，你这样不好听，你每次都我烦了，你跟 Lemon 一样。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能唱，我还没有教过。你骗我感情，我在跟他哥。你看他想要打我们 run 的，你看。哦、oh, okay, ，对不起，他入戏了。Anyway， 来，谢谢，先让我们家庭团队鼓励鼓励一下。好，来，要请阿姐诗音过来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们觉得两位阿姐诗音的比较好，请电邮到以下的网址 thechangingboy@yahoo.com。你觉得？如果你选对，还有投票率最高的是谁呢？你将会有机会赢取 TCP 的 posters。如果你要的话，就快点电邮到以下的网址吧，因为 posters 只有一份。哈哈哈哈对，因为外面都买不到，只有我们这边有而已。对，所以要快点电邮到 ，OK？ 所以观众朋友们，谢谢你们今天收看我们的交叉点特备节目。